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牆，現在同你剖析政治。好，翻嚟第二節，但係再次多謝大家就喺今個月啦，就嚟緊嘅日子咧，繼續支持 My Radio 嚇，特別係交月費嚇。咁啊，聽日已經係20日啦，咁啊，我哋又係好密集地去呼籲大家，咁所以聽日咧就開始咧就會有翻嗰啲叫大家交月費嘅廣告，呼籲大家交月費嘅。咁咧就第二節咧要講講呢件衫嗰個典故啦嚇。咁呢件衫我上個禮拜我提過，咁所以要俾大家睇一次嚇。咁呢件衫咧就畫到呢個唐英年咧，好似魔鬼咁樣嘅，有隻角啦，咁呢個寫係 devil 喎。係。咁但係我今日睇翻咧嘅時候咧，我先睇到呢幾隻政改殺手啊！殺手。而家我記唔起點解當年成叫佢政改殺手，我諗極都諗唔到嘅。咁我就唔諗啦，開始。你都諗，你都啱嘅。諗唔到，我淨係記得佢。你講大話唔好呃人，係啦，就爆佢喺行政會議上面話，終有一日要出呢一個嘅催淚彈防暴警察，出咗啦嚇，咁證明呢個嘢就係阿唐唐講嘅嘢都有，即係佢講真話就死啦，仲有預知之明啦嚇。但我意思唔話佢，即係我哋證明到阿八九真係行政會議入邊講嘅説話，就係話佢即係預告將會一日出呢個。防務隊呢個就成真啦 ，OK， 好啦，咁我諗四年前咧，其實四眼咧都未留意政治嘅，有睇，唔係之前嗰、那個你講上一屆嘅特首選舉係咪？上一屆特首選舉好睇，因為佢網上面好多即係互爆啲黑材料啊，係啦、炒花生、啊。你有段嘢記唔記得？仲好細微啊，不過佢噏咗句，就係佢啲 email。哦 ，email 係啊係，你記唔記得？係啊，啊咁嗰個就即係涉及到阿唐英年一啲所謂一啲梳化私人感情嘅問題。咁呢啲嘢咧就今時今日已經明日黃花啦嚇。咁做呢件 T 恤嘅人咧，我諗有冇咁即係有冇諗到即係今日會係咁樣咧嚇？即係當時大家或者網上面個氣氛咧係睇得好開心嘅，係因為哇咁樣圍嚼緊唐英年，係啊，簡直。狼嗰個揀住豬啊嘛，大家嗰個心態係咁樣樣，然之後咧就會你唔會懷疑，哇點解成個網上嗰個輿論個口徑咁一致，全部都圍揼啊唐英年，跟住啲改圖出得好快好靚嘅。嗰陣時候咧，冇人諗到就係去做呢個人嘅話，個對手係究竟係咩人？係啊，我就想講，阿緊姐精神曬，唔係 D 字，係 Evil， 係 Evil， 係嘛？嗱，呢啲係醒神啊！阿緊咗，即係喺個睡夢中即係咗上嚟。因為嗰日我都係睇，即係喺外國又唔關，因為特首選舉我又冇票，關咩事嘅？關差事，咪食花生咪睇得好開心咯。咁啊，結果揀到你翻嚟咯，屌真係！嗱，所以呢個世界啲嘢咧係一串串連埋嘅。係你諗到以為嗰樣嘢發生係喺嗰個範圍，其實唔係嘅，佢牽動咗好多人嘅。嗱，今日即係如果當年係呢條友做咗嘅話咧，今日就阿四眼就唔會坐呢度。係我咁擔保。我咁講法唔係話呢個人唔會做壞事，我覺得佢上台都會做，不過個形式或者嗰個速度或者嗰個深度冇而家呢條友咁，即係冇而家呢條友咁狼咯。賤價程度咯，賤價程度冇而家呢條友咁狼啊嘛。咁所以我就好奇怪，喂，你當年有你有呢個 T 恤，咁點解今日冇呢件 T 恤咧？即係點解唔整呢個689上去咧？嚇！喂，呢件係喺街賣噶，定係點？哇！呢件你咁記得咗咯？呢件你咁冇用，我係人送俾我嘅。人哋送俾我，送俾我嘅。做嗰班人，我唔記得係邊個嚟添啊！啲社運界人多數都係，我唔想講嘅，緊你明白冇咁講法啦，我唔想講個名出嚟啫，大佬，我都唔知咩人做啊。但有啲人係曾經喺唐山嗰度露宿過噶嘛。係啊係啊，仲係阿 Dream Bear 叫佢哋去噶嘛。咁你睇到咯，嗱，而家咪全部嚇。即係各有各嘅命運咯，係嘛？同埋幾好大獲全勝嗰位，係啊，大獲全勝啦嚇！即係我唔知係咪淨係我自己嘅心態啦。當時係我觀察到有啲人係見住梁振英嗰、那個民望咧，係一日高過一日，慢慢升上。佢原本好低嘅，好低嘅。但係我最記得第一樣嘢係咩咧？係街工請佢先。
嗱，我唔記得，即係我自己印象啊，可能唔係啊，即係佢去街工，交通請咗喺街度講嘢。係。咁跟住有其他呢，唔知 Soco 啊咁嘅，佢有佢講啦咁樣。咁原本一個即係相當低嘅民望咧，佢慢慢超前咗唐英年。但係即係一般嚟講就係話，哦，呢個係一個陰點嘅過程啊嘛。咁既然陰點係阿唐唐咁樣，係啦，就揾有個對手出嚟係競爭，競爭係純粹係咁啫。咁同埋有好多一啲所謂。幫弱勢人士去爭取一些權益的人都會站在梁振英那邊，然後幫他說話。我記得 其中一個是、何喜華，何喜華即是剛才我說的。因為我為什麼我這麼記得他呢？因為、當年都好幾年前他上過一個節目，是叫做、有李小薇做主持，好像微微語還是什麼鬼東西，港台嘛。是的，是的。他說得、他幫助弱勢的經歷啦，是 很感動的，我都看到眼濕濕。然後跟住咧，佢就用呢個身份，用呢一個咁嘅態度去，都算是 endorse 咗梁振英噶啦。因為當時即係唔知啊，要問翻小薇先知啊。唔係小薇，係何喜華。何喜華係啦。OK OK。係啦，因為當時即係大家對唐英年嗰個印象就即係地產黨啦，即係一定係即係幫住地產霸權嗰邊啦。咁啊，何喜華嗰個角色就係即係好財強富弱啦，正氣啦，幫助弱勢啊。咁佢幫梁振英都講過好幾次説話。好嗱，即係大家去到呢度又覺得我哋係咪懷舊咧？我睇唔係懷舊。你用四年前的經驗，你再看回今天，我們有沒有可能重蹈覆轍？即是這個是整件事的精髓來的。即是你今天有一些話，即大家覺得、正義在那邊，那 你想清楚是不是先，是吧？因為四年前，其實香港人的記憶力是很短的。四年前的事情，有誰會記得？如果不是 我今天，我今天即是炒一年出來，沒人會記得這件事。即係有一件咁嘅事，當其時我哋點樣去即係覺得係呢個黑白分明啊嘛？咁你今時今日係唔係咧？即係大家要用一個比較批判性啲嘅角度去睇呢個問題咯，係嘛？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咧，其實即係最重要嘅咧就係要解釋翻，即係點解當其時咧要懟冧咗呢個唐英年啦咁樣。咁但係即係經過呢幾年嘅沉澱咧，就慢慢出嚟有個講法啦，甚至連呢、這個即係城報都有啊！我呢排好中意睇城報。唔係再之前就大家睇文匯大公點報啊！唔係再之前中意睇大紀元，咁但係而家城報就取代咗大紀元嗰個角色啦。OK， 咁咧就城報就開始講話懷疑有呢個亂港四人幫咁樣啊！我即係睇嗰個，即係我睇個亂港咧就係亂港嘢個講啦，就唔係亂香港嘅講啦。OK， 咁咧話説咧，原來咧就四年前咧，即係四年多前啦。就董建華咧就即係特首選舉期間係嘛？之前再之前再之前嚇，就因為啲私怨咧就唔中意呢個人啊。嗯，咁啊唔代表佢咧就好中意六八九嘅。咁但係為咗呢啲私怨咧，咁佢就藉咗一個機會咧，就去睇呢、這個去習總去美國期間就不斷咧同佢落藥。咁點解當其時阿習總咁信佢咧？咁樣個原因好簡單，因為習總咧喺美國雖然都叫待過一段時間，但係咧即係去到美國咧都要揾阿類似阿董建華呢類人咧做啲盲公竹嘅。咁咧就喺個期間咧就即係可能咧，嗰陣佢算唔算係新上任？新上任，新上任，新上任嚇。咁佢呢個即係得到呢啲嚇董建華嘅嚇咁嘅一路咁樣盲公竹嘅即係幫助咁啊，慢慢相信啦咁樣。咁啊，結果俾佢落藥成功咯。咁就今日咧就即係變咗有呢個六八九上台咯。咁啊，令到香港就出現咗一個叫港獨運動咯。咁呢個唔係我講，呢個梁成報唔係梁愛詩講嘅，我知聽講啦。今日有傳啦話佢想咁，但係你而家見到啊呢，即係阿范徐利泰又講話啊，冇即係呢個港獨係佢搞出嚟嘅咁之類咁嘅嘢啊。我即係呢個唔係打一 call， 但係即係佢咁嘅意思啊。好啦，咁問題就開始嚟咯。咁而家要算帳喎，而家。即係有所謂呢個亂港四人幫嘅講法喎，即係連阿老董都有埋牽涉其中，牽涉其中啊嘛。咁啊，歷來咧，即係譬如話咧，我對呢啲咁嘅講法咧，我都有一個批判嘅態度。記得上一次講啊，引述阿呂炳權嗰篇文，我都話你唔好照單全收。係。即係對於香港嘅政策咧，其實大陸都從來一套嘅。呢啲喺邊度睇到咧？你睇港大呢個中文課程，要用原本係用廣東話。即係教你呢啲詩詞嘅，而家強制要你用普通話。譬如呢個150個單程證呢啲情況，你估會唔會話唐英年上嚟做冇咗？
頭先我講啲全部都會繼續做，不過只不過呢條友做得係太狼，即係而家連即係連選舉都搞成咁樣，係嘛？啊，個機場即係二號大樓又要拆咁樣嚇，就做得太明顯，嗰個民望咧就即係去到即係一個危險嘅程度咁樣。咁所以咧，如果你睇呢啲咁嘅新聞咧，其實咧一定要抱一個即係批判嘅態度，就係話誒，無論係邊個上場都好啦，佢上一場。在呢個千二人嘅呢個小圈子選舉，佢一定係跟嗰套嘢㗎啦。剩低落嚟就係個技巧係點樣啫嘛？係咪一棍拗落嚟要你受，定係還是喺個棍後邊，即係棍前面俾個蘿蔔，俾個呢、這個戰一戰啫嘛？戰一戰你先啊，俾你食一食先，跟住先做嗰樣嘢啫嘛。所以對而家呢個即係所謂特首嘅陰，即係選舉啊，一定係引號咧。即係從來你就唔好用一個簡單嘅態度，邊個係好人，邊個係壞人咁去睇。六八九就一定係壞人㗎啦，嚇！仲要提一提就十月十六號啊，鬱敏嗰個官司就就咩就判就判刑判，唔好話判刑，係嚇，唔好講宣判嚇。咁所以你一定唔係壞人嘅，咁但係咪等於佢對家係一個絕對嘅好人咧？咁你大家就即係一定要諗翻四年前嗰件事件啦，即係四年前如果四年前嗰、那個咁嘅情況，即係大家四年後再重新發翻即係。再重蹈覆轍咧，我覺得真係香港真係冇得搞啊！即係咁都俾你搞掂嘅嘛。好啦，咁講翻今次呢、這個即係所謂選舉啦，咁樣咁而家未選啊嘛。咁但係已經搞到嚇，即係翻啲福地啦。嗱，咁你而家你即係傍晚新聞就話哦，橫州呢、這個project 咁樣哦，竟然啊六八九咧就即係係個小組嘅主席嚟嘅。咁跟住佢話唔係啊，即係嗰啲具體嘅嘢啊。胡蘇貞射博將個波拋咗落去。咁我簡單問下阿近阿禮，即係佢呢個舉措係代表咗咩嘢？唔使諗喎，其實好快喎呢個。個答案就應該呢個就潛在對手嚟嘅。咁而家咪要？咁曾俊華就即刻回應啦。回應啊！我冇學過回應。哇！呢係唔關我事啊！呢單橫州呢？唔係啊！我諗佢嗰個反應係唔單止唔關我事啊，大佬！佢可能聽日一路開波開到成個禮拜啊！咁你睇到啦，即係有呢啲嘢個原因，其實即係一字咁淺啦，就係、是、你而家呢個未來呢、這個即係選舉嘅問題啊嘛，係咪？咁如果冇呢樣嘢，可能大家都真係冚下唔講咁多咁樣。但係而家個壓力咧，似乎咧就去咗，首先去咗呢個六八九度。但係佢就透過一個即係射博嘅形式，即係佢一路都有做嘅射博形式，就將呢件嘢射咗去俾即係佢可能嘅潛在對手度。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呢、這個曾俊華就冇辦法唔反擊。即係你喺到咁嘅處境，你有冇可能唔還拖啫？係咪啊？咁你還拖嘅方法就係、是，我覺得又遲啲又可能咧，即係將更加多嘅呢啲內容咧就披露下嚇啊個會點開啊嗱，如果個會除咗曾俊華之外，仲有位林鄭月娥開啊，如果佢有份開嘅，點解唔督佢啊咁樣啊呢啲咁嘅嘢咯，類似咁嘅嘢咯嚇。咁、啊、但係照計我估都唔會啊林鄭月娥開嘅啊，因為嗰個似乎都唔即係未必係佢直接嘅 portfolio 嚟嘅嚇。咁、啊、但係你諗翻轉頭，一個橫州嘅 project。要動用到呢個行政長官就係去做主席，做主席去開。咁你諗下，即係成件事係幾咁怪咧？啊！而點解呢事從來都係我哋係蒙在鼓裏？咁而家呢即係你再睇落去嘅時候咧，其實你可以有個推斷嘅，就係呢啲嘢，呢啲類似嘅土地嘅問題咧，會繼續喺即係嗰個媒體度會再爆出嚟，可能係都係集中喺新界嗰邊。咁呢個就顯然即係頭先我哋講個問題，就係話你成個土地嘅問題就係一路以來似即係喺香港嗰個最結構性嘅問題，所以喺呢度就會爆曬出嚟啊！咁但係其實喺土地方面咧，阿泰嗰個選區都好多呢啲問題。係啊，係係嘛啊！甚至乎其實上一次特首選舉嘅其中一個。是可以令到六八九佢民望咧，每日都升嘅，就係佢不停提住房屋問題、土地問題，起多啲公屋啊，用呢一啲嘅語言藝術去令到，即係喺坊間製造到一個輿論，就係似乎呢一個人佢有能力
解決到呢啲問題喎，咁樣。嗱，你如果你回望翻四年前咧，點解當其時佢做營造到呢個氣氛出嚟咧？啲人就真係覺得佢真係佢上台解決到個土地問題，但係做咁耐完全一樣嘢解決唔到。係啊，同埋係佢嘅對手唐英年係某程度上代表咗地產霸權啊嘛。啊，咁佢就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咁嘅角色，就係佢可以解決啲問題，佢係地產霸權嘅殺手添。所以第一個結論咧就係香港人好容易呃嘅。你講幾句就信嘅，啊全民退保免工你都信，即係搞掂幾個媒體啊報紙幫你寫幾篇，即係你唔需要證據喎，你唔需要講即係有任何嘅 back up 喎，你講就係嘅咯。咁點解選舉嗰陣時你唔講啊？下次選舉先講，免工出糧添啊，唔使早有糧出添啊。係啊，下次講免工出糧嗰啲。不過講真，瑞士是嘅，瑞士想嘅，就瑞士係試過公投嘅呢樣嘢，係唔做都有錢嘅。你記唔記得？記得。有我哋有討論過，有討論過。哎呀，我哋有點解選嗰陣時唔攞出嚟用嘅頂？應該啊，即係公投制咩先啦？公投免費出幾多糧嗰個啦？係啊，應該有得搞啊呢個。應該有得搞㗎，不過遲咗啦，即係呢啲嘢。五區公投個議題就係唔使做出到幾多糧。你講呢樣嘢咧，我真係覺得有少少唏噓，即係好大嘅唏噓咯。即係鬱敏入邊八年有嘢俾你睇，出埋書啊，有埋 YouTube 啦。即係你可以一次選舉係即係個選民可以一次咁啊，即係有啲人講下就咁就 write off 咯，因為。咁你日後你仲有邊個覺得喺入邊要做一啲真正嘅事，或者係一啲係？唔係即係雖然我哋知道，譬如鬱敏係一定唔止呢個票數啦，即係中間有啲手腳啊成，但係喺坊間大眾嘅觀感就係咁樣啊嘛，呢一下先至慘啊嘛，即係我哋而家譬如即係冇睇一啲即係政治宅嘅觀感啦，喺坊間大眾甚至乎佢哋覺得哇雷動計劃非常之成功，呢一下先係最邪惡啊嘛！最邪惡，你啲，然之後佢哋可能你邊度即係聽翻嚟話，即係啲人覺得雷動計劃好成功啊？喺街我有聽到人討論，點即係喺佢哋嘅角度就係、是、啊，咁今次泛民未攞多咗議席咯，哦，係啦，民主黨未五區直選全勝，加埋超區兩席，仲係票王添，湯俊宇，同埋係未達到一個效果，未就係、是、哦，即使你泛民都好，你啲老屎分咪選唔到咯，未有啲真正做到世代交替咯，好多新面孔入到去咯，咁我覺得坊間有呢個觀感，係而呢個觀感，但係就。Nobody care， 冇人會介意入邊喺入邊真係做嗰啲咩？係啊，因為好老實講，譬如鬱敏嗰啲發言都係你平時唔多人會直接喺電視機睇曬噶嘛，或者唔會封殺啦，或者你唔會專登去睇立法會，即係有啲台會直播立法會有個開會狀況。咁我哋呢度咪即係整好多出嚟咯，咁有一條 team 去，即係有啲義工去就係做呢樣嘢。係啦，我意思就係話，譬如鬱敏呢啲咁精彩嘅發言，都要即係透過我哋剪出嚟，先至網上咪幾萬人睇啊，即係一般就幾萬人睇啦，好爆嗰啲就多幾十萬人睇啦。咁但係你嗰陣時係喺阿林鄭講嗰個即係捐錢俾四川嗰個，嗰啲就過百萬添，嗰啲喺直頭上埋大陸添。但我想講就係。平時開會的人是不會看的嘛，一見到 你直播立法會裡面開會情況，大部分就尤其是你沒有一個全城焦點的議題的時候，就非轉台不會看的嘛，那就不會知道究竟立法會裡面是發生什麼事，只是覺得你有一些新面統入了去，但他不會知道那些人的議程。我想問簡直你有跟開，其實立法會如果除了鬱敏即是發言以外，其實真的很悶的。之前都講過，咁係得石禮謙講嗰啲嘢係算係 O K 嘅啫，即係咁多達到一個即係個代議士嘅起碼嘅基準咯。其他嗰啲就唔使理噶，唔使理噶。咁嗱咁，其他嗰啲咪就係、是、可能透過嗰啲咩動新聞嗰啲 cut 啲山碑出嚟咯，同埋 cut 親都係你鳩 up 嗰啲啊嘛，即係啲四字詞講錯啊。就算即係你我自己嘅角度就係、是、無論你係建制非建制都好，你就住同一個議題有唔同嘅角度，咁你都應該係有一個正反嘅，係啦，正反有質素嘅言論噶嘛，嘅辯論，而唔係淨係成日吸埋嗰一啲叫做出位或者淨係富娛樂性嘅言論出嚟咯。係啦，咁樣樣。咁但係鬱敏唔喺議會啦，咁就阿泰啦。
即係你都有間接啦嚇，咁就希望咧就即係喺嗰個發言嗰度咧能夠保持翻一啲質素咯，就即係唔好俾大家連想睇你一片嘅興趣都冇嘅嚇。咁但係即係頭先講嗰個特首嘅選舉咧，嗱再講多次咧，就係如果有特區即係呢個港共政權嘅高層官員佢要選嘅話咧，其實佢應該要辭職嘅。快嘅啦，快！依句辭職咧，就係個原因就係你冇可能同時做兩樣嘢噶嘛，你冇可能同時又走去競選，你又即係走去做你而家一樣嘢啊嘛。咁但係咧就六八加例外嘅，咁因為佢在任，如果佢選嘅話，咁佢就即係繼續可以嚇利用佢自己呢啲咁嘅優勢去打擊對手，潛或者潛在嘅對手。咁所以咧，嗰、那個未來嗰、那個選情咧就會牽動。即係我哋第一節講嗰樣嘢，就更加多醜聞、更加多新聞會暴露出嚟。咁去到呢個情況咧，我又覺得咧，即係大家又要睇一睇呢個中聯辦嗰個角色咯。咁而家就亂講四人幫啊嘛。咁即係四人幫黐住呢個中聯辦，中聯辦如果今次呢個特首選舉有咩差池嘅話咧，就嚇咁嗰個結果都相當之即係恐怖喎嚇。咁、那個恐怖嘅情況咧點樣咧？我試下咧就轉屋，我轉咗個神秘之嘢個屋。好啊，嚇！啲共濟會嗰啲係嘛？係啊係啊係啊！就係咧，如果發展落去咧，其實咧就可能中聯辦咧會有啲人咧會自殺。你覺得會唔會？哇！你做咩個樣咁樣嘅？唔係，我諗下中聯辦有咩人？如果坐大樓就跳樓。係啊，你覺得會唔會？有機會嘅，或者有人真係走入去美國領事館咯。咁係啦，又另外一個人走去美國領事館。嗱，我哋要計條數咧，由中聯辦去美國領事館嗰條距離有幾遠？相對比較長嘅，相對比較長。外交部駐港專員公署會著數啲咯。嗱，呢個大家而家要計定嗰條數啊，即係去嗰度咧要坐的士去，要幾長路？有事起上嚟可以即刻。嗱，我講啊，呢個神秘之嘢屋嚟嘅，你呢個當唔算數嘅 ，OK？ 咁咧就即係好似 Edward Snowden 嗰個咁樣咯，係嘛？即係周圍匿嚟匿去，咁跟住咧就即係失蹤啊咁樣嚇。咁其實呢啲又唔係唔發生過啦，又發生過啦嚇。咁但係即係嚟緊呢個，即係你話大家互爆陰私咁樣，要爆得大鑊啲嘅，咁梗係去美國領事館爆好啲啊嘛，係咪啊？就唔好透過啲報紙爆啊嘛。咁如果爆起上嚟嘅咁樣。全世界連 CNN 都報，咁你話幾精彩咧？咁所以你即係諗下香港係幾一個幾咁有趣味嘅城市嘅。你雖然輸即係輸咗嘅，係，但係而家你就係睇個嘢都足以補償翻你輸咗嗰個結果嘅嚇啊！但係咧好可惜嗰個發生嘅地方咧，就喺我哋自己屋企，我自己家園。對好多嘢咧。你如果用一個食花生嘅態度咧，即係譬如我哋睇美國總統大選就可以食花生啫，咩？但係其實都關香港事㗎啦，都關香港事。唔係㗎，我覺得你調翻轉嚟講㗎，美國總統選舉嗰個你唔係食花生嘅，嗰個賴嘢就真係。其實我哋應該要投票㗎，我哋應該有投票。嗱，呢個我講好耐㗎啦，美國總統應該我哋有份選㗎嘛，不過可能個票就唔係你出身嗰啲人咁多咁解啫嘛，我哋佔100，我係佔千分一，佔萬分一都啱㗎，因為佢做嘅嘢就有可能影響呢度啊嘛。所以我哋有權去提出，即係去 voice 去講出我哋嗰個心聲啊嘛。但香港就更加大鑊，香港就係影響到你嘅，你而家係完全無能為力。個機場可以咁搞法，個地鐵可以咁搞法，係嘛？呢啲咁嘅中港嘅矛盾、中港嘅衝突，你係完全而家無能為力，仲要係每日都發生，每日都發生緊，係嘛？你自己都即係耳聞目睹。咁歸根到底係咩咧？即係褪住呢一個特首選舉，我想講俾你聽，其實唔單止係六八九嘅，即係佢只不過係一個執，即係其即係呢個取得呢個所謂中央嘅對港政策嘅信任嘅一個執行嘅人。無論邊個上台，佢都做翻呢啲嘢噶啦。邊個上台咧講話我哋要即係將嗰個郊野公園係嘛，要縮細佢，要起屋，要呢、這個三跑。要呢個中港融合，邊個上台都講嘢。爭在嘅問題就係佢講出嚟嗰樣嘢係咪大家接受得到啊嘛？佢如果好似四年前啦，阿六八九講，大家咪接受今時今日，
你好似唐湯咁，咁咪唔接受咯。咁佢哋都諗到噶。你今日揾一個，即係如果將來係一個，即係佢一個潛在對手，嗰、那個咪包裝得好啲咯。我令覺你覺得啊，例如我舉個例子，譬如係阿曾俊華咁樣，咪令你感覺上啊呢、這個人即係啊有少少翻少少呢個尊重嘅香港人啊香港利益喎咁樣。咁但係佢上得台，其實後邊都關照定佢噶啦，你一定要搞呢啲 A B C D E 啲 E F G 落嚟噶啦，係嘛？咁你咪香港人咪即係死得開心啲咯，即係咁講，死得開心啲嚇。但如果是六八九繼續做下去咧，有必然有另一個後果喎，有必然是暴動喎。你覺得有呢個可能？暴動啊！睇嗌香港獨立嗰啲頭噶啦，話你揸咁快做緊啦，冇腦點嚟啊！而家係佢呢度都仲喺度講嘢喎，係啊，敖天係嘛？係唔係唔止唔係啊？敖天就佢之前。我有去嗰個天馬公園嗰一個集會噶嘛，係啊，即係唔係做曬大會嗰、那個喎，我知道我知道，係啊，係 DQ 後嗰、那個，咁嗰、啊、個就佢講得好好明確啦，就係即係如果係即係推動香港獨立，要各方面大家譬如。你在政府部門裏面做，其實他都是搞長期鬥爭路線，是的，長期鬥爭路線講得很明白了。有一樣嘢我唔贊，即係有一樣嘢就話我哋不如即係俾六八九繼續做下去，話即係置之死地而後生，但其實又倒翻轉有一個好危險，係唔應該咁講法咯，完全有一個好危險嘅 scenario， 大家冇諗。不過你可以咁講，你話而家六八九做唔做下去，唔到你揀。只不過就話，如果呢間做落去，佢必然刺激更加多嘅呢個港獨嘅思索。但倒翻轉，可以佢係由佢去宣布香港獨立。你有咁嘅諗法咩？真係唔係呢個係蘇聯解體啲家伙嚟嘅。同埋阿主席阿陳浩天主席今日都做緊另一樣，嗰日有講嘅就係做教育啊嘛。佢今日就去一間即係中學門口繼續去播讀。咁我講嗰啲就係諗住藉住呢一個嘅立法會議員嘅任期之內推動到香港獨立嗰啲，咁啊靠佢哋。你講呢樣嘢就你有冇睇過 BBQ 啊？BBQ 有啊，DQ 完之後 BBQ， 我哋翻嚟再講 BBQ。